准备好不好台北的开幕式了。那我现在穿着小礼服，人家说爱美不怕流鼻水，所以还是要美美的。但是呢，其实今天饭店非常贴心，帮我们准备了暖炉，所以我现在的感受是左半边非常的温暖，右半边像在冷冻库，好奇妙的感受啊！加油！